像不像鹿？像一大鹿角。对，这是我们的能源，我一会儿要给它锯了，咱们就用它炖排骨。哪儿捡的呀？我在那油内河边上捡的。啊，对了，大家有两个点可以吐槽我。第一就是，哎呀，老外又去偷人家木头了。第二个就是，哎呀，又污染环境了，在外边不能生火。回头我在评论区告诉你们，这两个点吐槽完了，我怎么给你回答啊？我是为了锯这个木头，我现在专门有了神器。你看，这个是之前搁小锯锯的，终于买了是吧？买了一个电锯，这个是我直接买了一个电的，就是不带电池的，因为我有这个电小二。哦，我直接用这个电小二就可以了。啊，小心点啊！好嘞，这之前还没用过呢。啊，这个属于开光吗？这先从这儿试吧。还行，不错，这比你上次那可省劲多了，应该啊。那可不咋的，那一下一下的，我得多弄点，搁手里带着，到他别的地方能继续烧。我发现弄这个东西啊，不是说为了啥，就也不是说纯粹为了烧，就感觉有意思。这个它得需要用电，是不是？对，要不就是充电宝，要不然电小二。对。哎，中间是火焰，不可能早就翻。别偷这排骨花，一会儿就热。葱花爆香，葱花爆香。我准备下排骨是吧？看看这个东北乱炖啊，看看这几个小朋友，小老万是吧？小小万啊，小小万不是小老万，他是两个月就坐房车出去了。哦，那厉害了。嗯，那点我们东北的大米饭，绝对是纯东北大米，我放点是个生命之源。你们昨天四个人怎么睡的呀？介绍介绍呗。这个主我媳妇带我们家老二上下铺拉着帘那个，我和我大姑娘，这个车呢睡五个人，就是中间这个卡座还没用上呢是吧？卡座还没用上啊。嗯，这卡座放下了之后还可以睡一个人，所以这个卡莱尔496准睡人最多。现在这个营地是各显神通啊，柴火炉的柴火炉，那边生炭火的生炭火，用煤气的用煤气，各种啊。给大家看一眼，今天正好是清明节第一天，各种的帐篷。这只有柴火能炖出这个感觉，爆开！看一看，啊，太开心了！哎，再弄个20分钟就可以下芋头了，是不是？荔浦芋头，中国最好的芋头。嗯，我们也是车友从荔浦给我们邮过来的，最重要的就是小铜锅。啊，这小铜锅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？这个康熙45年在木兰围场举行了一个秋围大典，这就是当年康熙用的那个锅，这里边当年炖的是鹿肉，现在鹿不让吃了，我们吃点芋头。这一看就是手工敲打出来的。对，手工敲打的这种纹路。嗯，而且是老黄铜。这个老黄铜是当年这个清朝的这个县官啊用的老黄铜，县官大印用老黄铜做的。那意思这个是古董啊？这必须是古董啊，我出来玩用的这个东西，如果说年代少于这个300-400年，我不用，知道吧？你看我用的东西没有点历史感，我是不用的。你就比如说这罐可乐吧，1937年的，必须得喝有历史感。放芋头，哎呀，隔离，看，拧开就完事儿。你们听过露营的鄙视链吗？给大家看看啊，正好我们这个营地院里啥都有了。你看我们是房车，这边是房车加帐篷，看看那边。帐篷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其实从颜值的角度来讲，这个帐篷还是颜值也挺高的。这边两家帐篷，一般玩帐篷的都是装备控，但是是房车实用还是帐篷实用呢？大家觉得？我觉得这才应该是假期的最正确的打开方式。你看这帐篷多漂亮，硬货出锅。你看，我们就用柴火炉炖的，现在就让它自然熄灭，里边就烧尽了就完事了。这个电小二就是给它来供电的。看看这里边硬货啊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哎，用不用放点味精啊？不用。不用啊，那这里边就咔咔就这样了。嗯，这芋头也熟了，多来点芋头吧，估计芋头入味了。嗯，芋头肯定是入味了。荔浦芋头，你说这个世界就这么神奇啊？这个猪不知道哪儿的，荔浦的芋头也不知道哪儿的，但是这两种东西就能混到一起来。烤牛排，可是大菜这个。牛排，你看看这个，这来自于我们王老师的美食。嗯，王老师不但摄影有一套，煎牛排也有一套。你尝尝，煎好的，尝一块。煎好的来一块啊！来，我们看看啊。
炒的四个菜，这个是我做的，这个豆芽是我媳妇炒的，这两个是王老师做的。你提供的大米饭，我们的那个这个老玉米，这个组成了一桌丰盛的吧。但咱们吃的不是饭，峰哥，咱们吃的是感觉，嗯，交情、友谊、万古长青、长生不老、永垂不朽。这个适合清明说啊，适合清明。来，各位，这个良辰吉时已到，我们开吃了啊。看看我们这种露营生活吃的就是感觉。来，我说个一二三啊，咱们一起说句俗话，说牛逼啊。一二三啊，一二三，牛逼！关注老外，我们一起房车游遍中国。